下午和我婆婆还有他们爷俩回农村的老房子了。我和大王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，还是决定把家里边这个老房子给他重新翻修一下。现在是回来把屋子里边给他收拾收拾，然后把那个棚子前后塑料棚子撤下去，因为后天就工人就过来干活了。我们家这是一个院套院的一个模式，就是有一个大门，然后呢这块是个大院子，有一个大的苞米篓子，还有一个大门院套院。然后我们打算到时候把这个两边这个棚子，就是这个东西下屋给它拆掉，然后在这块搭一个大一点的，直接带着车库那种。外边就是整个院子外边的预算大概是25000块钱。现在他在那儿拆棚子呢，回来他就开始干活了。这院子里边4-5年不住了，也造的不像样了，都得重新整。工期的话大概得1个半月，正好这房子整完我估计就该收地了。这棚子好拆吗？好拆。你就张小哥跟俩一起整呗，自己能拆啊？那个等那个抬东西的时候找你。哦，行，我看看妈在屋干啥呢。这个猪圈啥的也都得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块到时候该盖一个大点的厕所，稍微往后一点，这地方到时候都给打上那个水泥板，就给打上那个水泥地，那样的话就更干净一点。赶紧进屋看看去吧，看我妈。都啥古董，咱家这古董可多了，淘宝吧，该扔的都不扔，该撇都不撇，我就要回来收拾了。妈，在哪屋呢？嗯，该扔的就扔吧，能穿的就留着，不能穿就该撇撇吧。不能穿还挺一会儿我跟他整。看那些是啥？我看现在都倒腾出来，然后一会儿我给你撇。我就愿意撇东西。一屋，你说这屋子你打算咋整啊？这屋里。把这一块这个墙打掉，这墙拆掉，屋里建个大一点的客厅，就一进屋就是客厅了呗，跟老丈人家似的。对对对，完然后东西各一个屋，卧室。你先一个一个屋说。嗯，这边全做个客厅，这边是客厅。这个柜的话得留着，这柜留着到时候先拿出去，完然后这个打成一道墙，把这隔断拆出去呗。完做一面墙，完然后这屋做个卧室。西屋还放炕吗？不放炕了，放个床。行，嗯，那到时候就是咱们两个住西屋，然后爸妈就住东屋呗。就屋。嗯。这屋直接还是炕，但是这炕搭的稍微大一些。就给它拆掉重搭。嗯，这冬天取暖的时候也就是东西两个屋，然后一进门的话，从前面进来是一个客厅呗。对，一进屋都是一个大客厅，完然后在这儿厨房，就是整个这个空间就是还做原来的厨房。这块的话给它搭一溜，就是那个就是操作台，完上下都是橱柜，对，是不是可以？对，就照着这么设计的。嗯，完然后这小窝完还就是做、嗯、就做那个卫生间了。卫生间就是地上都安然下水呗。对，安然下水直接做成卫生间。就大概屋里的预算的话是多少钱？得6万左右吧。6万加上外边的话就是8万到8万5呗。对，至少的。初步的预算是这样的，中途有可能还被说一个月能完工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妈，你用这柜有多少年了？这柜都200年了。200年了？那个柜200年了。嗯，这个柜都得有，都得有。这柜到时候都留着啊、哦。这柜都得有，得有六七十年。咱家真有点老物件，都是古董了。哎呀妈呀，都是古董的，就你们这辈人呢，啥也舍不得扔，像这啥也舍不得扔。完了呢，其实也没用上。完了，你可不没用上咋的？到最后还是个扔。这两袋子是干啥的呀？就那拖布的，你就不要。这还要吗？不要，给那都撇了，到时候都拉，都让我爸都撇垃圾堆去。这里边还有算盘子呢。你看那算盘是，这些玩意儿这也得3-40年了吧？就这玩意儿都得200年，这玩意儿。那些年捶背乎，梆梆，这是咋背的？嗯呐，你不记着？洗衣服的、啊？不是，就是那个给背乎搞那个浆了，浆完了干了，梆梆搞捶搞那个浆、背用的呗，这玩意儿。收拾柜，看见我们两个结婚时候的结婚照了。这个照片上，这个就是，小王的太爷，已经去世7年了。就是家里边的这些柜，那种檀香柜，老式的檀香柜，都是我爷画的。这是小王的太爷画的，老画匠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这照片都得留着收起来。还有这个大钱儿，嘎拉哈，这个羊嘎拉哈这么小，现在就不好找了。小时候玩的东西，
一个小时，太厉害了，给你点个赞啊、哦！我点个赞，一个能够吗？你点100个，这塑料棚拆了之后心都敞亮了，发现没有？感觉这房子都变大了。原来读你内心的不是我，塑料。对对对。